Hello，日本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任静华。我主演的《不良执念清除师》Blu-ray 即将在日本发售，敬请期待。喂，圣德派出所，您好。喂，我要报案。请描述一下您的状况。我就是磨个墨，写几笔字，然后那些麻烦就……有一个脑袋空空的丧尸。所以你到底找我干嘛吗？不知道。另一个是听不懂人话的人行道流氓。我本来不想靠你这些迟钝的人。还有一个很自恋的古装女人，找到你了。吴美刀让你吓坏了吗？清朝的事已经过了追溯期。喂，扯什么追溯期？